宁雪，我爱你，请你嫁给我吧！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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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！不要脸！哎呀，这孩子，你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？ 到饭点了，吃饭了，又搁那做白日梦呢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要不今天晚上哥带你出去？嗯，做梦吧你！走开！这孩子真没礼貌。绝不准备！哈！左手出拳！一哈！二哈！三哈！ 别跟我解释那么多，反正我今天就是要退车。先生，从合同上来看，您是昨天刚提的车，而且这个车避震的问题一点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先生昨天刚提的车，今天就要退，说我们的车避震太硬。可是，如果无质量问题，我们是没有这个先例的。 许先生，别跟我来车轮战，啊！除了退车，别的没商量。像许先生这么性感的男人，如果拒绝了 GT， 那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性感？怎么讲？从许先生的外表来看，我首先断定许先生一定是一个很有品位而又特立独行的人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许先生的业余爱好是打高尔夫。你怎么知道？许先生这边请。 像许先生的外形这么成熟稳重，懂得外在修饰的男人，内心一般都是低调奢华，有内涵。这边请。不管是外在还是内涵，许先生都非常适合 GT 这款跑车的定位。 GT 它的避震并不是它的硬伤，它的发动机是经过高功率调整的，而且许先生所选的这款车是运动型，它的发动机声音虽然大，但是也能彰显出它的动力十足。 就像许先生，您外表看着高大上，内心却低调奢华有内涵。像你这么会说话的销售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样，有没有兴趣到我公司来上班？我给出的条件，或许比你在这里卖车更诱人。怎么样？谢谢许先生的好意，但是我跟许先生一样，只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只找适合自己的东西。好，有魄力，这样就冲你啊！今天这个车我买了。 不过呢，许先生还有什么疑虑，尽管说。我觉得这个车的配置还是有些不足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一辆高配点？李杰，带许先生试驾，到满意为止。好的，许先生这边请。好。郑总。Morning。 林霄，早晨为什么不叫我，害我迟到？拜托，喊你七遍你还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嘘，你总不能让我背你来上班吧？资料给我。是我昨晚喝多了，现在我去换衣服了。嗯。陈总知道吗？你再不换就知道了。